欢迎回来，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二。大家好，我是老师。今天呢，老师一上线就看到了这个信箱，写着了解灭之井挑战奖励已到达。Oh my god！ You sure are anal. How about detail？ 好吧，那之前老师的这个自以为是呢，以为这次的挑战应该是不成功，所以。应该是有一天没上线。好，那一上线就看到这个，我整个傻眼啦。那这个奖励还有没有呢？其实是还有啦，因为老师现在是听到很多烟花的声音，应该可以得到的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去看看这个奖励是什么呢。好，那这个奖励是真的很不错，是因为是传奇角色的碎片哦，可以看吗？烟花已经看到了 ，Oh my god！ 好吧，我一上线一看到这个。我整个都就要哭了，好吧，幸好没有错过。好，今天老师一上线真的是 Kika 吗？最后一个箱子是还没开的哦。那之前老师，哎呦，这个植物很坏蛋。我只是来拿奖励 Kika 吗？哎呦 ，Kika 吗？距离开始时间八小时，如果是八小时内我还不上线，那这个箱子我就会错过了，那我就会哭了。好吧，我们打开箱子吧。好，那奖励已经得到手了。好，我们赶快回去开开那个包包看看吧。好，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贴纸商店了。那我们要开开我们这个奖励咯。哎呦，这个奖励真的是很不错的哦。好，我们开来看看，这是红色社群包。可以看到吗？真的是传奇角色碎片。只拿了半张，那我还剩下半张，就是这个小僵尸的头了。好，希望老师得到这个传奇角色的小僵尸咯。哎呦，幸好没错过哦。好吧，一上线就拿到礼物，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很难解释。好，那这次的九月社群挑战活动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好，已经是突破咯，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传奇角色碎片哦，一定要拿好。好吧，那这边也和大家说声谢谢，也感谢大家一起的付出贡献不像老师的一上来就是只是会拿礼物其实老师也是贡献不少啦，就多了12。老师的姐妹数还记得是212。好吧，那我们就回去这个烟花的地方。好，那可以看到吗？烟花还开宝，那老师看一下老师贡献是多少呢？真的是212，哎呦，我的妈呀！好吧，那我们再一次是怎么说呢？感谢所有的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家。哎呦，老师真的很开心啊！好，那今天这次那个礼物拿到真的是很不错的啦。好，那我们这边就结束这一期吧，谢谢大家的收看，请。